第一，今日之事与皇府圣宗无关。我答应。第二，赌约要算数，允许皇府圣宗仙门弟子半年内进入诸神战场试炼。好，我也答应。你快说如何救玉庆。他焚烧了三魂七魄，炼丹大弊时，我选了那颗极品凝魂巨魄亚尊丹，速速给他服下，可保他半日不死。然后呢？你快说！臭婆娘，你小声点，他伤得也很重。半日内，务必给他服用上品魂魄归元尊丹，切记，必须是魂魄归元丹，其他丹药万万不可服用，否则他必死无疑。谭云，他没事，只是晕过去了。如烟宗主，快把极品凝魂巨魄亚尊丹拿给我。好。想不到谭云居然知道救治南宫玉沁的办法，若是南宫玉沁直接死了该多好，到时候神魂仙宫随南宫圣朝一起攻打皇府圣宗，我永恒仙宗便可坐收渔利。可惜呀、啊，若是因为我不给出凝魂巨魄丹导致南宫玉沁死了，恐怕南宫圣朝会迁怒于我永恒仙宗，今后想办法让南宫玉沁成为辰儿的女人，当她接任神魂仙宫公主之位，神魂仙宫还是我永恒仙宗的。如烟宗主，我要带玉沁立即返回神魂仙宫，还请您派人送我们离开永恒秘境。没问题，本宗主亲自送。小叫成何体统，说何事如此惊慌。宗主，永恒神剑没了。你说什么没了？宗主，山门前的永恒神剑被人盗走了。大白天的说什么胡话。宗主，千真万确，永恒神剑真的不见了。宗主啊，是真的不见了。你们若敢戏弄本宗主，本宗主定将你们挫骨扬灰。宗主，我等陪您一同前往。好。羞愧，竟然弄丢了永恒神剑！我如烟无极发誓，无论付出任何代价，定会找回神剑，将盗剑的贼子碎尸万段，碎尸万段！
欺杀我也，欺杀我也！宗主，韩云醒了。韩师兄，您总算醒了，您可是我们心中的大英雄啊。是啊，您不仅为我们丹脉夺魁，还战胜了神魂仙宫的圣女。我昏迷多久了？8日。这些日子让大家担心了，都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醒了就好。弟子见过宗主。此次四兽大比，大家都看到了，这不仅是我澹台玄众的耻辱，更是我皇甫圣宗的耻辱。你们都说说，为何会有如今的局面？